工作者学习的楷模。学他的自律精神，学他的全心全意为民族、为国家、为文艺事业的献身精神。常香玉同志，他把这个德艺双馨认为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起点，就应该是德艺双馨。四个字，头两个字是坚强，后两个字是人民。他心中想着人民，让他一生活得坚强。他的的确确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应该尊敬的，他的艺术永不消失的一位大师。斯人远去，浩歌在，人间长留玉生香。任时光流转，任涛走云飞，祖国会永远记得您，历史会永远记得您，人民艺术家常香玉。我们的敬仰，用多少歌声才能唱出我们的追忆？十年了，舞台没变，艺术未眠，精神不老。而您，世间这块长香的玉呀，一直在我们老百姓的心中暖暖地珍藏着。今天您是妈妈，是师傅，是花木兰，是长香玉。老师，我说香玉菊是收养的孤儿高玉球啊，你看跟着你拉了66年班户的王冠军老师也来了，他现在已经97岁高龄了。老师，你还记得这把班户吗？他跟着咱们进行捐飞机义演，跟着咱们到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呐。到演到这时候呢，炮弹全来了，打来了，连着花木兰。我戴的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土哗啦哗啦哗哗哗哗直往下砸，战士们他这个英雄气概，他们就这个喊口号，向花木兰学习，花木兰是英雄，我们不打败敌人不回国，我们不打败敌人不见我的爹娘。60多年过去了，炮火硝烟中的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似乎还在历史的天空回荡。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您捐机义演之后的工作总结上，为您亲笔写下了爱国主义典范的批示。您像女儿爱母亲一样爱党爱国爱人民，您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感染着学生和弟子。老师啊，我多想再给您学学戏啊。记得1年的三伏盛夏天，我来到您家里，您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连风景扣都系着，我心疼您了。我说老师，天这么热，咱穿得随便点不好吗？您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菊儿啊，
你一定要记住，孩子，干啥就得敬啥，人家农民敬地，工人师傅敬厂，咱演员就得敬戏呀。那一刻我明白了戏比天大真正的含义。每一次的演出我都要认真做到，头一条就要做到这个艺德这方面的事情，另一条就是要把戏认真的演好。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说得多好啊，让人民从心里承认你是艺术家，谦卑自己，敬畏舞台，您用生命让自己真正走进了观众的心里。曹老师，我来了，我们都来了。您还记得他们吗？他们就是十年前的那个冬天，您去鸟巢慰问的农民工兄弟。亲爱的老乡们，亲爱的广大的工人同志们，我应该还拿出花木兰那个精神给大家演花木兰。可是呢，现在我这身体呀最近不大好，我有病嘛，我只要能坐起来，我能站起来，我能说话，我一定得去慰问同志们，我一定得去慰问工人们。春节前的北京多冷啊，可是您还坚持到工地上去慰问，您给我们唱戏，跟我们合影留念。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你已经得了重病，那次慰问是您最后一次演出。张老师，您看，这是我们的合影，我还一直珍藏着呢。有舞台的地方就有常香玉，或者说常香玉走到哪里，哪里就变成舞台。大师的舞台很宽，宽到能装下整个世界，于是世界就把那块叫做常香的玉装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这正是痴心婉转一声唱，人间长流玉生香，人间长流玉生香。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由全国政协京昆市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电视台承办的梨园春特别节目《人间长流玉生香》，纪念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十周年暨大师原声高徒表演专场晚会。首先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大家。朋友们，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爱党爱国爱人民的赤子情怀和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今天我们将通过这样一台晚会，再一次向常香玉大师致以崇高的敬意。朋友们，今年恰逢梨园春开播20周年，20年来我们制作播出了近800期节目，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今晚我们将以大师原声高徒表演的艺术形式，再次和大家一起聆听常香玉先生那精彩绝伦的演唱，学习和弘扬常香玉先生的崇高精神。这正是常香玉玉洁冰清，德艺双馨，香玉常在，一代人民艺术家。梨园春
春华秋实，声情并茂，青春永驻，万古中华戏曲魂。首先我们要请大家欣赏的是常香玉大师带给我们的武士请缨、花木兰还有破红舟。我们说今天我们所能找到的录音资料，有的可以说是绝响舞台的，是唯一的录音资料，几十年了。比如说接下来大家将要欣赏到的武士请缨，这是1959年常香玉大师在剧院的现场演出版本。尽管我们用了现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修复，但是今天我们听起来已经不是那么清晰，甚至有些模糊。但是我想说，我们听着这些珍贵的像留声机特色的原汁原味，我相信一定会勾起很多老人家对于常香玉大师鼎盛时期的怀念和记忆。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大师原声，三位高徒王慧、李金枝、汪全真带给大家的精彩呈现。常老师离开我们虽然十年了，但是戏比天大的精神经常在我脑海中回响。那是1987年，当然了，他的这个武士请缨这个戏的时代性人物就落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我才不到30岁，那要饰演这个107岁这个佘太君的形象，那相差几十岁，那肯定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当时就从第一步开始，年轻，首先上场了以后，脚下一定要沉，一定要慢，一定要稳，这是从脚上。然后说上场了以后，那么眼里要有人物，说了人物，首先你看到了满堂、穆桂英、八姐、九妹，哎呦，还有老杨红。这个时候，那么你心里有了，眼里就有了，对吧？那么这就人物就出来了。我记得有一次去演出的路上，有一个拾破烂的老先生突然拦着我们的路，说：“常老师，因为剧场的这个票啊买不着，你能不能给我唱两句？”这个当时常老师啥话都没说，站那就唱了一段《红娘》。我当时对这种场面真的很震惊，触动了我灵魂深处了。我觉得虽然是这么一个小事儿，体现出来常大师确实把人民放在了心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有人希望他演唱，他就会努力去唱。在1984年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剧团安排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的小礼堂演出。在演出的第三场中间，突然舞台上嘣一声，灯全部灭掉了。哎呦嘿，我当时正在舞台上，心里就要特别害怕，是咋回事啊？就正在这个时候呢，就看见常老师啊在摸摸索索。我今儿你来这边来，就是老师把我拉到了上场门，就你在这儿歇一会儿，先安定安定，接着把戏演好，还得就是经过常老师安慰吧。之后然后我的心情就平静了下来，然后的戏呢又继续往下演出，而且那场戏演出得非常成功。通过这种小事儿吧，这个能感受到老师他那种爱，对年轻人那种爱护。我现在已人到中年，我也有自己的很多学生，所以我也要像我的老师当年教导我一样，身体力行，做一个好老师。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全国政协京昆市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电视台承办的梨园春特别节目《人间长流玉生香》，纪念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十周年暨大师原声高徒表演专场晚会。精彩的原声和表演也唤起了我们对大师的追忆。提到常香玉先生，就不能不提到花木兰。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接下来要登台为大家表演的就是我们梨园春的三位明星小擂主，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5岁。孩子们从小唱英雄学英雄，要为大家演唱花木兰征途一折。我们掌声欢迎孩子们。
刚才这些孩子平均年龄只有5岁，是今天演出的年龄最小的小演员。那么年龄最长的是谁呢？就是节目一开始前坐在轮椅上的常香玉大师的琴师，97岁高龄的王冠军老先生。节目开始前在休息室呢，我跟王老先生还有他的老伴聊天，我问他，我说老先生，您给常香玉大师拉琴拉了多少年？他说快70年。他说我18岁的时候，他14岁，那个时候我们就合作了，合作了一辈子。他说我经常做梦啊，梦见给常香玉拉琴。97岁的王冠军老先生，常香玉大师，琴师，演员，我觉得用鱼和水的关系形容都不过分。常香玉大师革新创造了那么多的唱腔，我觉得琴师功不可没，功不可没。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大戟庄，在我看来，大戟庄是常派声腔的一座更高的山峰。比如说恼恨爹爹心不正，婆母娘且息怒站在路口，在我看来它就是豫剧的咏叹调。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大师演唱的这一经典唱段，同时我们要有请大师高徒胡美玲配像表演。常老师教给我的大戟庄，也可以说是我受益最多了。当时常老师腿还有毛病，就跪着教我跪步，这个上身儿，这个腰铃，这个膝盖怎么跪？哎呀，一边说一边示范。到了一来，你这个手一打，你看这个腰包要跪在这儿，这两边的手，然后提起，提小肚，提起往前，往前挪。要求你一天最少最少走20遍。常老师这个动作记住了，到现在为止，我这个膝盖不管是在露天剧场演出，不管是哪个舞台有地毯没地毯，就水泥地照样不流血了。这就跪拽功夫了，拜我的那么多学生，我都给他们说这个戏你们都得学。今天我就把常香玉老师亲手给我的大戟庄打弄的这一折展现给观众，是对我老师的怀念。希望这出经典剧目常派艺术永远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烟尘当道，
的赞叹啊，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呐、啊！您看呢，一腔一字都那样的饱满，那样的圆润，那样的清晰，让我们再次领略了常派艺术经久不衰的魅力。说到常派艺术，大家自然会想到常派的三个代表剧目《红娘》《白蛇传》和《花木兰》，观众亲切地把这三出戏称为“红白花”。而如今红白花的芬芳早已飘满了神州大地。红白花当中的经典唱段不仅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也把大师的精神带给了全国的艺术家。今天啊，就有几位艺术家要唱着常先生的红白花来表达对大师的敬仰。我们有请越剧名家何赛飞、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黄梅戏名家吴琼做精彩的表演。
个女郎，读者爱边关经，军情记，征兵宣将，我的父在军机交该到边疆，见军前不要我愁在心上，不念埋别忧，怎对虎狼，满怀的忠孝心也我一样，要替父亲从军命，您现在看到的是由全国政协京昆市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电视台承办的梨园春特别节目《人间长流玉生香》，纪念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十周年暨大师原声高徒表演专场晚会。常香玉大师在他70多年的艺术生涯当中啊，始终紧随着时代的步伐，排演出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剧目。那从剧本选材到人物塑造，从唱腔到表演，无不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形象，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由他主演的像《红灯记》《人欢马叫》还有《柳河湾》等多部豫剧现代戏都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亲爱的朋友们，戏曲界有一句俗话叫做千金画白四两唱，是说念白的重要性。那么念白的重要性在豫剧现代戏《红灯记》当中痛说革命家史一折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艺术功底的常香玉大师，他的念白荡气回肠，波澜壮阔，感人至深。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香玉大师的入室弟子王希龄，还有常派的再传弟子朱旭光联袂为大家献上《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在71年的时候吧，
到我们团来演的人来的。当时我给常老师陪戏，演了甜妹。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常老师的眼睛，他的眼睛就会发出一股摄人的光，他居然能够刺透你，刺透你的内心。我觉得常老师，你这个眼睛是咋的？我都看着你眼那么亮啊！你眼睛不是亮的，老前辈啊是要有神。你演事儿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让我练的就是用一种香头，就点一支香，这个香头很小很糊，在黑天的时候，这个香头走哪儿，你的眼神走哪儿，一个是表现眼的活，眼里有这个一定的功夫，到你用的时候，到你需要用的时候，他这个眼呢就心到哪儿，眼到哪儿，心里想干什么，眼睛有什么。常老师在弥留之际病重的时候，我去看望他。常老师当时拉着我的手说：“西林啊，你不是办了有个戏校吗？你一定好好为咱戏剧培养接班人，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我说：“好，常老师，我一定把咱常派艺术发扬光大。”常老师说：“不是常派艺术，是戏剧。”在江岸九段等研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我的亲爹陈志兴。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哦，张玉鹤。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谁呀？就是你爹。我爹？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好纸灯，好纸灯，右手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未满周岁的孩子，孩子不是别人，是谁呀？就是你。我，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
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斗，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听起来，听奶奶说，闹工厂，你亲爹娘啊惨死在我掌，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他是死记先烈，火灯再亮，擦干了血迹，葬干了尸体，又上战场。到如今日寇来，手上别枪，亲眼见你爹爹被捕进牢房，记下了血和泪一本账。你需要李忠心手拿纸，要和敌人算清账。血债还要，血来爱亲爱的朋友们，纵观常香玉大师72年的艺术人生，我发现常大师懂得民意，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国家提倡什么。所以说戏比天大是常香玉大师一生遵循的格言和信条。是的，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来，他那句戏比天大的箴言越来越深入人心，他对艺术创作精益求精的态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学习。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纪念晚会可以说是全国戏曲界的一个大的盛会。今天京剧界的几位艺术家也来到了现场，为纪念常香玉大师专门奉献上金歌《人间长流玉生香》。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尚长荣先生和京剧名家袁慧琴、杜振杰、张慧芳共同为大家演唱。Thank you.
杨松月，如今你木兰银子赴沙场，小生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由全国政协京昆市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河南电视台承办的梨园春特别节目《人间长流玉生香》。
纪念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十周年暨大师原声高徒表演专场晚会，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大家。亲爱的朋友们，在常香玉先生7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他排演了300多部剧目，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富的艺术宝库。在今天的晚会上，我们特别要提及的是常香玉先生的3位女儿，常小玉、陈小香、常如玉。在10几年的时间里，他们以各种方式搜集和整理了母亲大量的艺术资料，为常派艺术的传承和弘扬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妈一生当中演出过300多出戏，大家熟悉的呢，是《红梅花》，但是还有一些戏呢，也是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梁祝》啦，《杜十娘》啦，还有《桃花庵》《三姑殿》。啊，这些戏都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小的时候我们很少见着他，因为他都在演出。回到家里呢，他同样是在琢磨他如何能够把戏演得最好，从来没有给我们梳过一次头啊，穿过一次衣服啊。我现在想想，我觉得我非常感激我妈妈。当时我非常恨他，因为我在学习的时候，学戏的时候，他经常打我。我当时非常不理解，但是我现在理解，我知道都是为我好。想想我妈妈已经走了10年了，她演的戏我几乎我都在演，我都在学。我妈妈把她的当年。在演出《三姑殿》的时候穿的一件服装，也是非常宝贵的一件服装，传给了我。这是传承常态艺术对我最大的一个鞭策和提醒。正如刚才短片当中常小玉女士所说的那样，在常派艺术当中呢，有一些经典的剧目在经历了岁月的积淀和磨砺之后呢，却显见于舞台。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其中的一部。今天啊，我们要特别感谢常小玉女士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段极其珍贵的大师原声梁祝的音频资料。那么这段音频资料呢，是于上个世纪的1954年录制的，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首次聆听。我们有请大师的再传弟子和学生联袂表演，为我们送上《梁祝十八相送》。
表演的这段显见于舞台的《梁祝》相比啊，有一出戏我相信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就是《考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大师在15岁的时候就凭着一出《考红》唱红了中原大地。是啊，26年前，也就是1988年，常家祖孙三代共同演出了《考红》，传闻美谈，也成为了一段梨园佳话。当年常香玉大师演的是老夫人，孙女小香玉呢演的是红娘，长女常小玉演的是莺莺，儿媳潘玉兰也就是小香玉的母亲演的是张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梦得以圆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香玉大师的长女常小玉、孙女小香玉共同为大家演唱《考红》。
可就因为呀那一晚上啊，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谢谢姑姑常小玉，
谢谢小香玉，来，我站中间啊，我站中间。姑姑常小玉呢，几十年来一直整理常派艺术的声腔，真的为妈妈，为自己妈妈的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真的做了默默的许许多多的工作，多少年都不登台了，我一直在那认真的看，这就是基因遗传呐、啊，还是那么的端庄大气。大家闺秀，谢谢，真的好。小香玉，我们认识20年了，看了她太多太多的戏。今天我想说，小香玉的表演是最兴奋、最投入、最欢快、最过瘾的。戏里是丫鬟小姐，生活当中是侄女姑姑，咱就穿着戏装给姑姑施个礼，好不好？太好了，姑姑在上，小姑娘这厢有礼啦！多少年了，我相信不光是他们，很多的戏迷也期望看到这样的一幕，真的是期望。因为这么多年没在一起演戏了，20多年了，今天一配戏，一下有一种特别幸福，小时候的那个幸福的味道，觉着特别特别的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大爱，我一下在舞台上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姑姑多少年不登台了，今天跟自己的侄女一起来演，还记得她小的时候的调皮呀、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吗？她小时候啊就是顽皮啊，但是她有一点，她很透，叫我妈说她就很透很灵啊。所以她叫百灵吗？对呀、啊、我爸爸给她起的名字嘛，她爷爷。然后我妈妈我爸爸曾经说过，这个百灵啊，她从小就有这个艺术的才能。整天跟我说，这孩子啊，他就是演戏的料。接下来，这段唱是常香玉大师和我们共同完成的。谁说女子不如男？是花木兰的写照，其实它也是常香玉大师的写照。我们就有请姑姑常小玉。侄女小香玉和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艺术家，还有我们的常香玉大师一起共同高歌，谁说女子不如男。我讲的话离太偏，谁说女子you
常态艺术已经成为了我国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常香玉大师爱党爱国爱人民的精神也已经成为了当代文艺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面旗帜。一句细笔天大的箴言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成为我们爱岗敬业的座右铭。愿常香玉先生的精神像花木兰当中的经典唱段一样，插上金色的翅膀，飞进每一个人的心中，激励我们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朋友们，梨园春20年特别节目《人间长流玉生香》，纪念国务院追授常香玉同志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10周年大师原声高徒表演专场晚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的光临，朋友们，再见！再见。